幸好的是没有那么冷，不冷就是没有怎么，空气很平顺哦，天哪！都是快死掉了，没有加班耶，天不要，明天更紧，双。然后下礼拜二又要请假，要去医院的，回诊。对啊，回诊。哦，那他这次还跟你算？啊？他这次还是变世家吗？当然啦、啊。我也懒得跟他撸了。干，真的是。连我那个弟弟进来的，他去拔牙。也是世家，妈的拔牙也不行，对啊，我们今天打试试好了，今天打试试就好了。可是还是总要找时间把它打到100等吧。中心症，对啊，啊，因为抽，反正现在每周就是可以累积起来，所以你知道就是没有那么想要。不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他那个东西多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是这样说没错啦。我干，怎么超多东西要打啊？怎么变这样？乖喽，我靠北啊！哦，好恐怖哦！继续哦！我干！我、哦、靠腰啊！直接这有问题，这有问题。这个 Happy Friday 这个，有一个在蓝色后柜哦。打不来秒，对。好惨哦！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射雕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太清楚了。
这两个 V 冲的都怪怪的。我觉得那个 Uncle Wong 比较奇怪吧。哦。我真的觉得那个波兰的那一个真的很扯。那个 Happy Friday 吗？没有那个什么 Uncle Wong 的那一个。哦。Uncle Wong 也很扯。检举。我觉得色调好奇怪哦，是我错觉吗？色调，嗯，我看一下，也有点。哦，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开到了。我把亮度调低一点看看。我觉得，而且你开到色盲模式是不是？我圣马模式我有开没错，我想说这样喷起来好像会比较明显。喷起。哇，我们都三个人呢。我把圣门改掉没变。可能我们人数比他少一个哦。谁卡到我？对，我们人数比他们少一个。那边有一个哦，躲在。对啊，对啊。他们都在左边呢。
怎么突然没有人了？有，中间有一个哦。突然就没有人了。有啊，在中间，我看到了。什么？你已经六连杀了？哦，他们也只有三个人。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一个。哦，我没甲了，怎么办？中间一个、哦。我干！我已经好久没死了、欸。对啊。那是我们三个人压他们打吗？对啊。哎呀，死掉了。我好想要六连杀，可是我接不到。我还没有六连杀。任务。Oh shit！ 他们爬到有一个爬到中间，爬高了。他们一个挂网了，一个在右边了。哎呀，右边。队友在中间修，他应该是想要去捡里面的头吧？右边。左边一个，两个都挂网了。哦、中间一个。哦、
有一个 BOT 在过。为什么不好好让我吃榴莲沙？我好想要榴莲沙，教练。哦，有二哦。可以跟他绕箱。多杀一次。你已经接完了，我还没接完。欸，不对，你有用狙击枪杀十个了。有，那个有杀到，但是之后的那个四连杀是不是还没接？哦。所以你还要再，你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接一次六连杀就对了。嘿嘿嘿嘿。其实我也是四连杀的时候有玩到六连杀，然后从此我就再也打不到六连杀。打到很想吐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就拿最熟悉的枪好了。我靠！你看他四倍镜哎，AKM 四倍镜，好好用。这是怎样 AKM 的时代是不是？对啊，中医哦。他们那个双层货柜上有一个啊，是啊，我们都有感受。OK， 中二，在门口。刚按到滑鼠侧键。
右山哦，右山，在那个双层货柜区那边。哦干！哈哈哈！原来他有瞄到啊。龙二。他们每次都喜欢两个人呢、欸。哦，有右翼哦，在后关后面趴地。右二，二啊！二，哦哦哦哦哦哦！中间那两个杀太多人了。哇，完了，中二。慢跑有。哦，为什么旁边总会跟一个人在挡我的路嘞？像那个 GDC 滚好不好？你干嘛一直挡在我枪线？
哦，中医后面。奇怪，感觉今天自从更新之后就很不灵活，就有些小小地方没有调到，有什么滑鼠的。可是我有些动态解析不是关掉，应该是关掉了。然后，因为我只帮我全部都调最低看看。因为我原本只是想说，有些是为了配合那个，这样看会不会好一点？这鬼面宝箱还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宝箱啊，顶多是有武器 skin 比较让人想要而已。是新的宝箱啊？对啊。可是武器 skin 真的太难抽了，我觉得。武器 skin 大概是我们打这种。左边有一个穿圣诞服的，他跟我走一样的。线，中医哦，中医哦，被冰淇淋的。不出去，然后就在那边跪。干这个 YU 什么的，都有问题。都有可以再去哦。那个 VSS 也跪太后面了吧？
那 VSS 一直跪在那个红色两层货柜那边。有一有。左一哦，哦，六连杀，六连杀，没有啊，现在才三个而已。这两层货柜下来了。所以哦，后干，到右边哦，下站了这些。中一哦，后面，中二，左一哦。靠腰，我直接被干掉。他们有一个挂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个穿蓝色圣诞图的吗？不是那个 G 开头的，他刚直接站在路上，完全发呆。下水饺，我们两个队友都拿狙击枪。右二哦，左一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右边还有一个哦，你要上去。
中一。右翼哦，没有在中间的。他为什么在这挂？哦，干！他很阴啊，他阴人啊。可是他完全不动哎、欸。有人，我听到了。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。五连杀，没有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什么？早知道就进去杀那个穿圣诞服的。但这边又给了一个，刚好可以再抽一件。拜托，给我一件圣诞装吧！干贝雷帽，机车。圣诞装吗？电宝箱，圣诞节宝箱。为什么看你变裸体了？贝雷帽已经不错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经典防毒面罩。为什么我看你变裸体啊？中一枪，哦，好恐怖哦！那么一个队友在这，哎呀，在后面，那个 SDM 520好硬哦。然后我们队友还在。左一哦！哦靠，要左边一个，两左二哦，我听到两个。DM 五二零，一哦，耗成这个样子，中一哦。
他都在左边哦。东一哦。哦。有哦，中一哦。左一。我现在觉得有六连杀了啦。有啊，你都跳 slot 啊， slot 就是那个六连杀。哦干。二杀三可以。对，中一、左一、中二，左二至少两个，要两个。还有一个，没有事啊。靠背怎么卡键呢？干，左一。同意哦。干！那个林犬他妈谁杀一下？他在那个稻草堆后面。有啊，他死了。现在在架我枪，有一个人哦，哎，死了，帅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好像有点猛哎、欸，
后干。左二，左二，左二。看，我才杀五个。可是最后一个是你杀的、啊。那是因为那个有一直躲在那个那个灵泉啊。对，他超龟的，而且他都是固定在那个位置啊。啊，打单人啊，大混战啊，混一下啊。OK 了吗？还没。哎、欸，对，还要换呢，我还没换。好了吗？好。好牌啊！牌。有进来？我没有。哦。要牌吗？好牌啊！嘟嘟嘟！因为今天又是证件发表会啊。发表什么鬼证件？原来我竟然也有在 KK Bus 找不到的歌。国旗歌。这首啊。最近很喜欢这首。都好老、哇，干单小、欸，真的炸死你了！Surprise！ 因为我知道超多人在喜欢在那边的，所以我就很喜欢往那边丢。楼上炸开了、欸，好恐怖、喔！没有，楼上其实没有多人。Thank you.
飞到楼顶哦。还想捡啊？啊？干嘛？又要抢空投了？对啊，刚刚有一个人在抢空投啊。这个人冲他小啦。哦，我靠呀，被击落。哇，单一麦的威士忌都出来了、啊！看，你到底这边被盯到啊？哎呦！哦靠呀，直接被爆头。到。
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很少啊？对啊，就是找不到人哦。是有人跳了吗？靠腰躲在自闭房里面冲啊小啊！没有人呢、欸？有一个，没有，有些有一个躲在自闭房里面一楼。呵呵 ，Case 干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有啊，我就是看到有一个一直在楼梯那个位置。不是，他是在某个楼梯的屋顶上哎、欸。对对对对，我有看到他。你去一楼自闭房，有一个一直在那边。他也没打算要出来了。看，他枪线都架在那边了，完全不管有没有。我要找一颗雷扔进去，看他出不出来。哪一个、啊、TIA 那个、哦？没有 Kenny SSS， 他就一直蹲在里面，然后只要有人在那个枪线上，他就开枪这样子。好北蓝哦，好，再拍啊，好了吗？拍，好拍。那真的超靠背的，我想说，嗯，哦，又四连杀，我北蓝的那个，我觉得 M16S 还蛮好玩的，其他中距离单点超恐怖的。啊，近距离是你要，就是你要一直去切换那个模式，因为近距离就是用连射就好了。啊，可是中距离就要变单点了。我在抓他开枪的节奏，因为你这个没办法一直连按的人，要连按哦。对啊，我好像抓到节奏。靠背哦，他不会先解决门里面那一个吗？
欸，那个什么 G 什么 C 的，这是不是跑来打他也跑来打？哈 ？G G C 啊，对啊，對我们刚刚队友啊，跑来打他也跑来打。哦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靠北后面就一个，哎呀！哎呀！听到他脚步声了。一个位置有四个人是怎样？突然没有人了。哈哈哈哈，见到啦！干，这黄雀，只是刚好吧，对不对？哦、剛好其实我刚刚一直在追那一个人，哦，然后没想到你就先跟他遇到了，因为我刚刚就有听到他的声音。GC666 Fuck you 他的
我靠！吓死人！然后你后面还有一个。对啊。休息休息。但不要四连杀比较难。不一定啊，有时候那个运气来了，真的是超杀的。等等，我怎么解到了？连杀我解到了。四连杀应该很好解啊，比较难的是六连杀、啊。哦、，Quadra 很好啊，很算好解的。只是我觉得就是都是要运气。对，都是要运气，真的就是。哇，我开到那个。那个？圣诞节的那个叫什么？迷路哦，还是雪人？那个有一个雪橇是不是？哦，武器 skin 的。哦。那一把不错啊。那把。可是，其实你知道，大部分都是平底锅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最可惜的。平底锅也不错。我觉得他应该以后。要开放那个投资近战武器啊，然后开一个模式，就专门让人家扔那个近战武器的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对啊，就也是像死斗啊，只是就是就完全都近战武器。一进去大家都没有武器嘛，啊，等待时间过后就是地板都是那个近战武器，看你是要用灰的还是用扔的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不错那不错。刚好配合他开放那个啊，那个现在 Steam 版的最新的模式啊。Steam 版最新模式是什么？现在哦，现在是哦，他好像前几个礼拜改那个协调，就是那个喷血效果，他那个建设改的不太明显啊，有些人不太喜欢。可是改都改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轻易改回去。哇，开到一个蓝色圣诞帽，好好哦，蓝色的。你来，哎、欸，你现在线上吗？来组队画面，开到这个头。哦，雪人头。啊，我是雪人装。不是雪人装，然后蓝色圣诞帽。哦，因为我也只有我是红色圣诞帽，然后加雪人装啊。我的圣诞帽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不一样哎、欸。没有，我这个是开到的、啊，开宝箱。你那个是那个每个人都有啊，只要登录就有的那一种。哦。啊，那我只有蓝色的。蓝色的也不错的啦。麋鹿帽子，麋鹿角。我觉得我这次开箱的运气也蛮差的。究竟会出现什么呢？我的 SB 才52000哎，那61400块，
看那个真的太久了，八万多哎、欸，八万多，奖金九万，八万多超累。可是我其实我有点犹豫要不要直冲这一把，因为是没有期限啊，反正就直接从最换的开，最贵的开始换。说哦，最贵的开始换。对啊。觉得倒不如就换你想，就是换那种你现在没有的部位。可是就是都有了。有了。对啊，他现在出的这几个我都有啊，我都有其他 skin 的。对啊，就是就平底锅，我有那个上次赛季奖励的，不是赛季啊，那个通行证的。然后 M16S 也有之前那个的，之前那个挑战任务给的。M4 的话 ，M4 其实我都觉得这几把都没有说很喜欢的。所以 SB 换的比较好吗？哈 ？SB 的 M4 比较好吗？也没有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没有比较好。所以顶多换平底锅。这边我换哦，还叫雨衣啊？可是雨衣就是女装啊，我不能穿。干，你换过去性别转换才多少钱？不要，还是做男的就好了。不然你仓库里面一堆女装。我仓库超多女装的。对啊，不用怎么洗。哇，这把 SCAR 还不错，那个鬼面宝箱，新的宝箱那个 SCAR。等一下哦。白色跟黑色，恰到好处。哇，有 QBU 的 skin， 可是，嗯。哇，这把 SL 啊，也不错哎、欸，就白白的吗？就像你讲黑白相间的那种。哦 ，SL 啊的感觉好像是黑白色块搭配。对啊，然后 SCAR 完全还带一点红色 ，SCAR 还带一点红色。对 ，SCAR 会带一点红色。可是这把 SL 啊，让我真的好像有点想抽了。我喜欢这种配色。这种比较简单的配色比较好，比较耐看。对。哇，有赛车上衣耶！他的套装算不错看。Fuck。那个什么炙热熔岩套装。热熔岩套装。跟灼热啊，灼热是女生的啊，炙热是男生的。哎呀，可是都要花钱买啊。对啊。绅士特工套装。哎、欸，那件黑衬衫也还不差、欸。你看这样搭就还可以啊，只是就是看起来不知道哪里来的流氓。不搭，现在是裸体。没有啊，我贴来啊，因为我又没抽到，我不能看，我不能穿。哇，老魔啊，评价老魔啊。有种那个。那叫什么？
WW 里面有一个人形怪有没有？然后他都会用红色的蒙面的那一种，然后什么什么强盗，有点像。你看杰森，杰森好像是白脸哦，那是菜刀的杰森。对，我刚刚看到那黄色的面具，就想说，看这等一下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造型。然后他那个名字叫理性面具。对，没错。旁边那个骷髅，旁边那个骷髅有那个远看有种那个 Joker 的感觉。哦，对啊。对。好了，看他到会不会那时候想复刻。科哦，那副科也要那个哦，可以用抽的。赛季奖励4000分有降落伞哎、欸，可是真的不太想冲4000分的。降落伞好看吗？啊，那个蓝白的颜色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赛季的那个4000分降落伞，那個、蓝色配色我觉得还可以。可是你知道我那个说看起来现在很厉害的那个队友啊，嗯，他已经3500分了，反正一直打吧，对，他已经打100多场了，我就嗯，你看上一季有拿到6000分的，我靠，愿望清单就是你先设好你要哪些英雄，然后你在抽的时候就会有比较高的几率。噔噔噔，问一下我的时间。哇，我的4v4胜率有45%，这么高。然后我的大混战胜率是前三率啊，胜率44%，胜率8.82。我应该很低，因为我那里真是一直玩那个散弹，应该整个把那个胜率拉低了。KDA 都一点多，差不多。我现在631分了，有个少的。SP 什么啊？生存积分。哦，好可怜。因为我们都没什么打。对啊。